OK， 在重庆这边呢，餐餐都是辣，只有到这个锦里这边吃饭不辣。前天晚上来吃，虽然有点时间上的一个限制，没有吃得很饱，但是还是基本上 OK 的。那他们东西有些都不是辣的，对我来说，还有对内人，第一女主角来讲是 OK 的。所以说决定今天又跑来这边用餐，再一次的来到这边用餐。酱油，我们自己带的酱油在这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周，今天又来吃这家自助餐。那天因为在拍影片，没有吃很多，还有限制，假日有限制时间。不过那天礼拜五也不知道有没有限制，反正两个小时时间带我们住久。刚才去拿了比目鱼，好大只的比目鱼，很好吃。那天本来要吃的比目鱼没有吃，今天吃到了，好大一只的。看我吃就知道很好吃。今天没有鸡汤了，拿了五盘的那个甲鱼下去煮了，五盘再拿，全部甲鳖都全部放这一锅啊，又去拿了四个，今天就是甲鱼吃到爽。我已经忘记哪个是生食，哪个熟食算了，随便吧。再去拿这个黑虎虾，类似台湾的草虾，2466用了六只，奄奄一息的。那另外呢，还去拿了这个九孔小鲍鱼，2466810，拿了十个，应该这样也很多了。这高看客家住了，现在随便哈，它粘在盘子上了。想办法拉下去。再去找一些熟食来吃，下次也下去好了，可以吗？对，一边是海鲜，一边煮那个鳖。今天没有鸡肉，那个鸡汤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没有鸡汤？今天只在那边，你们是干净的。我去拿一个碟子放。那天礼拜五来的时候，不知道这边有提供红酒，但是他问我要一瓶的还是用一杯的，我去用一杯的。刚刚喝了一口，这应该是餐酒，好甜哦。确实拿了他们自己的芥末，而不是那天呛到的芥末。这个酱油是我从台湾自己带来的，吃生鱼片不是那么呛了。好吃。今天觉得他们的这个比较好吃，都应该熟了。
它用的有点类似韩式的那个烧烤方式。好忙哦，继续吃生鱼片。今天绝对要吃饱，因为明天要回台湾了。本来回台湾的第一个礼拜六，也就是下个礼拜六，有一个餐会，但是又接了一个公益活动，所以说不能去参加那个餐会，要趁这次把它吃。你要吃什么吗？你要吃我们这边的吗？你要吃什么？那个椒哥，椒哥，椒哥，好，哎呀。不生鲜很好吃，那我们带来酱油特别好吃。它那个芥末有自己在那边调的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用挤的那个。我关小一点，刚刚火很大，我很小，我把它弄大了，现在就把它关小一点。这是哪个是那个烧烤的？那边要小一点。开小一点。小一点，小一点。好，三档了。好，它都开了78，开了7档。哦，好，2档也可以嘛。啊，可以了。火太大，好吃哦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肚子饿吧。那个憋把它煮久一点。啊？他们的还是我们的？他们的。用我们的啦，不要用他们的啦。啊，用完这个丢掉，这那个行李箱会减重。去拿吃的，就拿一个盘子就可以了。他们这边的虾子说是生吃，我也不放心，放一下哈。我放心，对啊，我去拿那个。好。这个那天来吃蛮好吃的，再吃一点。全用完了。嗯。不会用的。不会。还是台湾带来的酱油配这边的海鲜 ，OK。那天喝这个还不错，今天继续喝。怎么有一只甜虾不见了？越狱了，不知道跑去哪了，算了，不管。决定用这个喽，你要不要虾？先弄起来俩。这么大只。嗯，你不要。不知道小鬼在找谁。感谢他爸爸。通风餐。他有没有拿手套来？手套。
鲑鱼刚才去了已经没有了。刚刚去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对啊，三文鱼啊。有他都拿去炸盘。对啊。吃太多也不好。剩一片大概五片左右差不多吧。吃多了回去清肠胃。但是来到重庆别怕清肠胃，为什么？你吃辣的一定会清肠胃。有看到泰国虾吗？好像没看到哈。真的好吃。啊？肉是紧的。紧实的，黑虎虾买肉吃紧实，你只要煮熟。它这不像那个在厦门吃是活的。厦门是用蒸锅下去蒸的。比较便宜。房间还好，不是他给我们的那间有升等的。汉庭嘛，好像是汉庭。他房间蛮大的，还可以的。几个人的公寓？啊？我觉得来这边玩哈，能找到酒店式的公寓还是住那个。虽然没有早餐，但是其实你晚餐吃得很饱，隔天早上根本吃不下。这是我的感受啊。以后也可以考虑都住那个公寓型的。我觉得住公寓型的，第一点房间大，它里面又有洗衣机。啊？很容易踩耶。听你主讲说，住公寓型的很容易踩耶。一定要一间一间订，不好的地方。他说订房要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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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订，啊，如果踩耶赶快取消。用大陆的地方网哈，请用那个人民币户，不会有扣汇率差、手续费的问题。如果用信用卡，就会被扣掉一些手续费，这是这次来这边最大的新的，因为我们之前订的房间基本上都没有踩到雷，这次爆了一次雷。明天就要回去了，而且一大早就去了，就要出门，一直弄到晚上才会回去，因为买的比较便宜的机票，省下的钱呢就是吃这个。其实用时间换取空间呐，换取金钱也 OK。好吃吧？黑虎虾它的那个脆度啊，就像吃炒虾那种口感一样，而且鲜甜。我喜欢吃黑虎虾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肉质带点甜度，好像有点不够哈，再去抓几只来煮。不过先把底下的鲍鱼等一下煮熟先吃，啊，把那个虾子丢下去煮。他们这边呢，收盘子的速度满意100分。跟刘委员一样喜欢喝啤酒。不过他喝完啤酒还骑脚踏车，有点酒驾的嫌疑。我没有要蹭他的热度，只是我觉得他对内地的骑脚踏车有任何问题，去看他的，叫做刘委员。去拿东西喽。又去拿了一点那个甜虾，我个人感觉把甜虾拿下去煮，煮一煮，吃起来虽然肉不多，但是至少口感上脆脆的，还蛮好吃的。不习惯吃生的，还是把它弄下去。不过生鱼片呢，没办法，一定要吃生的。筷子换一双好了。
他这边的生鱼片呢、啊，用的是腹肉，腹肉是最好的那一部分，所以说还是多吃几块，啊，放在这里。很想拿下去煎，但是煎了满煎都会煎的味道，算了。今天生鱼片多吃一点，晚上回酒店如果闹肠胃也无所谓了。因为离这边住的这边就在旁边，住的离这边很近很近。好吃。我讲的遐落鸡汤啊，讲。那把它倒进去啊。看他啤酒没开，马上帮他开。服务人员速度好快。这间店听说是台湾人开的，服务态度应该是讲究极致。哦，好脆啊、哦，好吃，烫一下就好。线上看我的影片有没有医生啊？一定会气死，这样吃不生病才怪。点的清汤是清汤，不是麻辣的。刚第一女主角跟我说，那边就有鸡汤，就装来倒下去就好了。她比较聪明。台币700多块而已啦，这一个人才700多块台币。今天在重庆早上下雨，那整个感觉上坐轮渡的时候没什么人，很轻松很自由，就是地铁人很多，有坐一号线，有坐三号线，有坐六号线，人蛮多的。去电子商品那边买了东西还不错，蛮便宜的。这个啤酒真的很好喝，不苦，不苦顺口。这一瓶喝完就不要再喝了，怕晚上起来一直跑厕所。继续吃虾。啊，那是鸡汤哦，你倒下去了吗？没那么满多大。啊？这么满多。等会把鸡汤加下去。不是，你把那个汤再弄。那把它弄一点起来啊。去拿一个碗子。好。那倒下去没关系，也不会满出来，因为火是小的。帮我把这个汤倒掉好吗？啊，那碗我还要。谢谢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服务态度太好了。都没拿回来，就倒了一碗。你去啊！还要不要再鸡汤？再一碗鸡汤下去，跟那个鳖哦一起煮鸡汤是对味的。就唯一的缺点没有看到猪肚，不过用牛肚替代好了。这趟来了之后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来大陆走走。其实呢。真的很想在这边尝试一下，只是无奈还是必须回台湾。好吃啊！我不知道这甜虾拿下去煮这么好吃。在这边呢，在重庆没有吃到大闸蟹，不过在成都有吃到大闸蟹。那间餐厅有大闸蟹，但是它的菜色呢
没有这间好，价格比这间高了一点。不过这次在成都啊和那个重庆这两个地方，我觉得重庆的物价有比成都便宜些许啊，某些方面是比较便宜。那人跟人之间的亲和力哈，都一样，都很好。但是总是有少部分比较不好，就是不比较没台，大陆名词叫做没有素质的还是有。我可能会做一支影片，会说重庆、成都耳机可能很贵啊，那个无线耳机可能很贵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地铁里面或公交车上，常常有人就直接看影片，没有戴上耳机。那你也知道他在看影片，别人要承受那种音乐，那种感觉。但是大部分90%以上的人都很好，素质都提升了，非常棒。就那些少数的，你不要说那是外地的哦。好啦，这盘虾子吃完了，那就是那个鱼啊，你要把它放下去啊。五花姐第一女主角哈，好像很喜欢吃青菜，一直都是在放青菜。谢谢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放。会不会很腥啊？要不要加酒？酒啊？刘委员。刘委员他第一女主角现在在加啤酒下去，他是他的粉。刘委员，第一女主角是你的粉，我有点吃醋。我看那个鳖熟没？那个一定不好吃啦！我试一下，看这个熟了没？看鳖熟了没？拿了一块鳖肉，上面还有鳖油，沾一点酱油。是酱，是酱肉不？这不是酱，这是。它那个地方吃鳖要吃这个嫩嫩，这个地方最好吃。那个肉蛮好吃的。熟了，拿了九盘那个鳖肉，大概有一只吧。等我还要去拿。今天主攻这个。会辣吗？你说什么会辣？不是说这是什么不知道。你手套再给我两个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看这超过一只哦，这都憋肉，超过一只。那里面有姜哎，它有放姜还是你放的？放回去。再放回去啊。这块给你好了，这块不是脚。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好吃吧？真的好吃。它是那个壳上面的裙摆的部分。但它那个脚吃起来像吃鸡肉一样。蛮新鲜的。新鲜啊。这人跟我隔壁在讲嘛，不知道谁拿的。你干嘛在这上？你在哪里？你干嘛？他的生殖器。
你大、啊，还真的，还真的，他尾巴，但真的是尾巴、啊。嗯，好吃啊、哦，多吃点，在台湾太贵了。不过有人说，你们花那么多机票在台湾可以吃很多，重点来了不是这样啊，是我们还可以到处都玩呢、啊。把这锅吃完之后我再去捞，这应该不是脚，这是他大腿。好了、啊，好了，够了吗？那我不要了。你够了、啊？我不够哎、欸。这个每次在台湾呢，去永康那边吃啊，只几个人一起吃，只分到几块而已，一两块、两三块就一只就不见了。不过在台湾吃这个鳖哈、哦，是用那个冬天的时候进补，用中药材下去熬。来这边呢，就是直接放下去。这里面应该没有了，应该超过一只的量。好腥哦！这都鳖肉，天天主攻这个东西。如果再加上高粱酒哈，整个晚上都不怕冷。那是什么？干贝哦。他拿了牛肚给我吃，第一女主角。干杯。很热。还好我穿短袖。还好我穿短袖那个光啊。烤盘关了哈。烤盘关了吗？关我们还没有烤，太热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以物价来讲，这边对当地人讲可能有比较高。啊，游客又不可能是这样。可能游客不知道吧。就跟我们搭建。是游客不知道吧？要不然就是那个自由行团客走。不会来这种地方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？我把衣服换掉了，换成短袖。为什么？吃了鳖肉又喝酒，不流汗才奇怪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太满足了这一餐。敢去点那个东西了？点什么东西啊？鹅肝。鹅肝呀。他又在那边等了，又生气。啊？什么？啊！不要，今天就含蓄一点。不要，今天不吃脂肪肝了。今天不吃那个了，不吃。今天吃这个东西就好了。脂肪肝有点高。谢谢、啊。谢谢。慢慢吃。不好意思，那天发脾气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关系的，好。我就是专门那个的，给别人排忧解难的。我刚看你有拿气球哈，你们有气球吗？不是，那气球是那就是谁家小孩丢那的，我把它扔了。他很会折气球。很会折气球啊。造型气球，千变万化的。我靠那个赚钱。如果他要在重庆，我就跟他学一下。那个还有去教学，教小朋友怎么折。真的呀？对。心灵手巧。那个。重庆，我就跟你学，学会了我就去摆摊去。会教你吗？那你呢？学的是自己耍的玩的？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参加活动赚钱呐、啊。对啊。有些搞要婚庆啊那些是吧？没有，那个不搞，那个不会搞，大部分做公益活动。慢慢吃哈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刚刚忘记戴手套弄。
阿周在做加工，做什么加工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谢谢。那个不要了，谢谢谢谢。加工完了，加工什么呢？来到重庆要吃串串，吃什么串呢？就是九孔串，小鲍鱼串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个，十五个搞成一串。上次吃这种串是在上海，这次呢在成都，啊不是在重庆，说错了。那边哪边火车倒了是吧？那个往哪去？本来就倒了是吧？这样取消了。哎，沾点酱油，味道会更好。继续吃串串，但是是小鲍鱼串。礼拜五来的时候是坐在后面这桌，今天礼拜六，今天礼拜天坐这桌，隔壁桌而已。那天关了，海底九零还是什么的。新开的呢？那间关了。又关了。嗯。鲍鱼吃完了，再去找食物拍照。难得他跟我呢。去逛了一下，没有去逛又忘了王老吉的存在。好了，照惯例还是拿了两个生蚝，他这边有工具，剪刀跟这个。嘎的，这超车哎！我是死的还是怎样？这颗还好。这颗没熟，这颗没有熟，放下去煮手脏了。这一盘虾子吃完，差不多今天就做结束。这是王老吉，不是酒。吃到现在差不多吃饱了。最后呢，看到有娃哈哈，没喝过娃哈哈，哇哈哈娃哈哈，在大陆第一次喝到娃哈哈，什么口感呢？有听过娃哈哈，没有喝过娃哈哈。娃哈哈。
费一下。谢谢，谢谢。哇哈哈，喝起来有点酸奶的口感，但是又不像酸奶，说不出来那种口感。把里面的食材都捞起来，结束了。好啦，这一餐就在这边做收尾，下次影片见，我是阿周。